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板娘小薇。今天我要接受的挑战呢，是这位叫做爱吃杂粮提出的桥梁建筑师二。他说，小薇给你10关，看你能不能进一次前1000。我记得我上次挑战第一步的时候，光是为了挤进世界前10000，我就已经是头破血流了。不过那毕竟是我第一次贪污啊，呸，是第一次造桥，很多东西还不习惯。这次呢，我决定放开手，大胆干，看看以老娘我的智慧和美貌究竟能排到第几名。来来啊，该估的呢，在弹幕里估起来了，看看谁估的比较准，留下你认为我可以达到的排名。我提醒你们啊，往高里估，否则啊，哼，就等着被我聪明的小脑瓜打脸吧。赶紧开始我们今天挑战吧。天天玩戏，日日看板娘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底锅王小薇。这次我不会客气啦，非得把甲方爸爸的每一分钱都榨干净。第一关非常简单，我随便搭个普通的结构就行。我去啊，看来不能一上来就那么贪，稍微吐回去点，就是那么轻松。看看排名，既然才排10000多，这怎么能忍？开始偷工减料，好的，完全没被发现啊。这次排到了8000多，但离目标还是有点距离啊。接着压缩，稍微吐点回去，再吐点。哦 ，nice， 不是吧？怎么还8000多？这排名上的也忒慢了吧？再来下一关，这次是个面包车，我搭个拱桥吧，还是很稳的。哇、这关第一次就排到了5000多，你敢信？我感觉很有戏啊！稍微偷偷剪掉点材料，应该不会有人发现。我去，正好过，看到没？太刺激了！最大压力直接达到了100%。这把我觉得已经到达极致了，排名肯定不错。不是吧？怎么还是5000多呀？哎，这桥都被我造成一次性的了，怎么前面还有那么多人呢？难道他们的车真跟你们说的一样，都是飞过去的吗？我也试一下，呼叫木板1号，发送。看来这个需要一定时间的调试啊，我们先去下一关看看。这辆运输车一看吨位就很重，先用钢筋搭个稳定的结构啊，看起来完全没问题，但排名却只有9000多。压缩一下，还是恒温，钢筋果然好用。3000多了，有机会啊！再让我贪一点吧，就一点点，行不行 ？Nope。让我贪点，又不会怎么样的喽。Nope。哎，看来又到极限了，这次得造个能让船过的桥。我去，怎么搭着搭着变成我赔本了 ？What？ 我赔本了还贪，你敢信？换了下结构，这次看起来没问题，但基本没省到什么钱啊！啊，都排到50000多了，稍微偷工减料一点，43000，感觉还是不行啊。算了，这个甲方不太好惹，还是找下一个吧。这次不仅要过关，还要吃到星星才行。我说，这俩司机究竟是来过桥的呢，还是来玩游戏的？不过既然收了钱，我们就该满足客户要求。这下开心了吧？第一次30000多，直接把中间一根钢筋给它拿掉，再压缩一下。我怎么还20000多？感觉小摊已经不能满足我了。这次是吊桥，因为只需要让一个小电驴经过，那我们完全可以多摊一点。现在是16000，果断压缩，钢筋也不要了。怎么还是只排到10000啊？这个桥也很容易造，就是不知道能排多少。不是吧？怎么又这么后面？必须换个结构。看，果然这样才是更省钱的。可是到底怎么样才能省到1000呢？给消防叔叔们的桥我就不贪了，非常稳。算了，那么稳还是贪点吧。What？ 这样试试，还是没问题。啊，排到了20000以内。下一关，依旧采用一个稳定的结构。我去，怎么这几关想进前10000都那么难呀？最后一关，哎呦，我感觉我心态快崩了。这关是飞跃关卡，我喜欢。没事，让我调一下坡度。我要飞。看另一边得接一下。飞得更高。Nice， 惊险通过。看看排名，我日本那么惊险，还20000多名。我太难了。我在这边做个秋千，把车荡过去。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换个幅度，再换另一边。我去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好的，这次应该可以。哦，气死我了 2000 years later， 这是我目前10关的排名，看下来还是前3关比较有机会搏一搏。这次我们用另一种路直接扑过去，不过需要多调试几次。OK， 有惊无险。哦，1000多了，看到没？啊，就差800了。但好像已经到极限了。我又试了好久，但1分都没摊到。再试试第二关吧，希望能过去。Nice， 看一眼排名，
我去，你二十六看到没啊？没想到我竟然能拍到那么前面，你敢信？哎，你们有人猜对了吗？对了，看一眼大神的桥吧，果然是砸的。我去，这什么诡计呀？看不懂的都把问号打在公屏上吧，或许这就是大神的手法吧，直接把桥给他弹没了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老娘我也是排到了100多，哎，值得你们给我点个赞吧，嘿嘿。